盘点五月北京同园拍卖最贵的八米金钟，最贵的卖了2.5万元，七八米的九万九，后面是超级黄金储备，9.5元的第七院金钟3.92万，第七名湖南省兆丰学院宝矿的上市的中级小车21.85万元，第七院金钟 MSUI， 第六名浙江省造大青铜币平底车20文，25.3万元。PCGS 评级 MS64， 第五名福建官局造光绪元宝和平铜币合备28.75万元， PCGS 评级 MS62， 第四名中华民国双旗杯夹盒20文铜币57.5万元， PCGS 评级 MS64， 第三名民国25年党徽复图平金半分金蝶党徽93.15万元， PCGS 评级 SP64， 第二名民国13年卡塔尔中华铜币被加和双枚样币95.45万元， PCGS 评级 SP63+。第一名浙江省造光绪元宝当时中花石纹样币